我叫 Alden， 我今年13岁，我读美中，我今年为了制作这个鼠年的游戏啦，主要是为了庆祝农历新年。我觉得这个游戏很难做啦，虽然讲我刚开始玩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游戏啦，可是我做起来啦真的有点难度啦，要顾虑很多东西。像我要做它 game over， 又要限制它骑车数量，然后要弄那个猫会动，然后老鼠吃了骑士要 teleport 来 teleport 去，这个主要就是它有制作这个游戏的难度啦。